《黄帝内经》的阴阳学说是中医整个体系的总纲，它贯穿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和治疗，贯穿中医脏象、经络、药物、心理、地理、气象、时间等等全部理论。离开了阴阳，我们将会在神奇而又复杂的中医道路上迷失方向。人体生命活动的正常状态是阴阳两方面保持对立统一协调平衡的结果，一旦人体的阴阳关系失调，正常的平衡状态遭到破坏，就会导致阴阳的偏盛偏衰而引起疾病。黄帝内经强调，阴阳失调是疾病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对临床上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病情，都用阴阳来加以概括说明。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即在临床上首先需要分别阴阳，从而调整阴阳，使之恢复平衡，是治疗的基本原则。这就是仅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阴阴阳之谓道，这是易经的话，中医的话。那么中医学家呢接过这一句话了，叫做偏阴偏阳之谓疾，也就是说疾病就是阴阳啊偏盛偏衰的这样一种表现。所以治疗呢，那就是要把失调的阴阳让它和谐起来。在中医治疗原则上，协调阴阳是一个总的原则。刘秉凡先生在《黄帝内经临证指要》一书中指出，阴阳二气的平衡协调是人体正常活动的重要保证，所以把握阴阳无疑是中医临床的首要任务。一阴一阳谓之道，整个宇宙都是一阴一阳，是一个道啊。偏阴偏阳谓之疾，所以阴阳偏了就是病，所以疾病观就是这。太史沈韩桌患病，小便次数多，昼夜达百余次，白天滴滴答答的，总想解，但又解不出来。痛似火烧，夜里虽然尿量比白天多，但尿中有很多像油脂、鼻涕之类的东西。起先服用清热利水利尿的药，半个月后病情反而加重，面色萎黄，饮食困难。张璐玉为之诊断，认为是肾水经常亏损，加上劳心思虑，肝过于克制脾脏造成的。治法应当先充实脾脏，就像筑堤防水一样，使阴火不至于下溜，清阳之气得以上升，气通则病痛便自然消失。这实际上就是使肾和脾的阴阳重新协调，使阴阳之气的上升下降恢复正常。我们追求的是调整阴阳，调整这个阴阳的平衡，那这是我们追求治疗的一个方面，啊，阴平阳地，阴平阳地，精神乃至，这不这内经里说到的，阴平阳秘，精神乃至，阴阳离绝，精气乃绝。阴平指静平和，阳秘指固稳固。如果阴阳离绝，精气便因此断绝，生命就走到头了。我们来到中国中医研究院下属的西苑医院，准备采访石殿邦教授。门诊部的病人很多，石教授正在给病人看病，同时不停地向他的学生们传授医理医术。
这个气在与胸闷有关系吗？这个病人是从外地来京就诊的，长时间觉得胃不舒服。石教授询问其病情后，便仔细地给病人做检查。往下一点，稍微往下一点。找到他，吸气，呼吸。根据病人的症状，石教授最后做了诊断。他的表现呢，就是一般来说呢，比如说疼痛，但是他不痛，是吧？就是这里的长满，不消化，长满，是打嗝，打嗝。还有呢，有时候有点烧心，所以胃里很热，烧灼感，烧心。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不能吃凉的。冷的呢，就是他只有冷空气他就不舒服啊，血还是凉的，对呀、大便呢比较偏稀一点，偏稀一点，主要症状呢主要是这些症状嘛，那么中医呢怎么来考虑呢？它症状表现是吧？不是疼痛，而是长满，中医认为呢，你这个胀呢叫脾呀，脾主运化，胃中大食。就是吃下去东西啊，能不能消化好不好？你这下去不消化不好，这是在脾的运化。如果说别人呢，就是想不想吃东西，这在胃。这位同志呢，他是长满，胃口也不是顶好，所以这脾胃的功能不差。那进去叫外邪，外邪与寒热虚实啊，下去了。他呢，你要说是寒症。他说我还少行胃里热的，你是热症，他不能吃凉的，所以中医有叫寒热促辩证的，中间就寒热交错处在一起。他本质来说呢，他这个虚寒症候。施教授所说的寒热，就是阴阳的一种表现方式，寒属阴，热属阳。中医的阴阳虚实、表里寒热八纲辩证，本质上就是。阴阳辩证。少司马李平察平时饮食节省简单，且讲究清洁，三天更换一次衣服。偶然一次大便后发作了寒热病，好像外感伤风，其实是内伤。因为他原来常常大便困难，每次都需要使劲儿用力，这样一次次便伤了阳气，所以便后阴盛于阳，从而感到发寒。过了一阵子缓解了，阳又盛阴，从而开始发热。如果是外感引起的寒热，怎么会在大便后才出现呢？可是医生没有仔细辩证，于是当作外感治，却不见效。又认为是湿热，便用滑稽之药来泄内热，致使原来的大便燥结转变为痢疾，大便急射而出，肛门火辣辣的，如烙如烫。这时医生又赶快用滑石、木通等药，希望止泻。但医生忽略了这个病人已经是阴虚，于是导致了这样一个后果。病人吃下去的东西不能在体内停留，立即从下排出，甚至肠中之垢一并吃下，色白如脓，又腥又臭。然后该医生又给病人大剂量服用人参，造成下空上堵，胸部不舒畅，喉部有痰塞着，口燥咽干，彻夜不得安睡。一切食物只有清淡的胃才会接纳一些，久而久之，阴气由于腹泻而伤，阳气由于大量出汗而伤，阴阳不相维系，阳气在上，阴气在下，阴阳不能协调平衡，病情越来越重。于是调整阴阳是治愈少司马疾病的首要原则。
人体有阴阳盛衰的这种这个病象吧，那么这种阴阳盛衰的病象有一定的规律，阴盛则阳病，阳盛则阴病，阳盛则热，阴盛则寒。阴阳的盛衰，阴阳偏盛，阴阳偏衰，阴阳偏盛偏衰就是说，阳如果盛了，阴必然就衰；阴如果盛了，阳必然就衰。孙某人患感冒，医生投以温药想发散病邪，但结果并非医生所愿。吃药后，孙某人根本不出汗，拖到第十一天才请王梦英前来诊治。这个时候，孙某人已经神志不清，口不能言，胸部出现微斑，并且三天没有小便了。几个医生束手无策，有的甚至建议大头温补。王医生一听急忙制止，他说病人现在已是明显的阳热阴亏了，再投以温药邪热更加炽烈，岂不是以温燥断绝其阴？这不是要把病人往死路上送吗？医生们同意了王梦英的诊断，采取了补阴的方法，病人治愈。治寒热，那么寒一般呢叫这个温阳散寒，治热呢叫清热啊，泻火，虚实那就要这个补虚和泻实，这个都可以归为阴阳之类。清代的时候，四川有一个壮汉不慎落入井中，身体被冰冷的水浸泡多时，被人救出来后四肢冰凉，腹中极痛，头重腰疼，并且舌干口渴，请来一位医生，医生根据壮汉的舌干口渴的症状便认为是火盛，开了几副去火的良药，结果病情加剧。壮汉的哥哥赶忙请来名医齐炳慧，齐医生诊断后叹道，前面的医生阴阳虚实不分，猛然下药，如今脱症已剧，不可救了。这则医案充分说明，中医临床必须首先辨明阴阳，否则就会出大错，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丝毫马虎不得。他在临床当中，他这个有这个寒者热者，热者寒者。比如现在我们临床有一个胃病，他表现呢，表现是这个胃疼，那么吃凉以后加重，也怕冷，那个身体也怕冷。那也是比较慢的，迟的慢，这个舌苔也白的或者白腻的，那么这样看是一个寒湿的一个表现了，或者因为寒引起这个加重了，那你在治疗当中就用一些这个温药，温胃的散寒的药来治疗，那么这个病呢它就可以得到缓解了。所以这个所谓寒者热者，这就是内经的原则。热者寒者，那么要是有胃热或者肺热的病人，黄痰呐、喝水多啊，这个发烧啊，那么你就得应该用清凉的药，用清凉的药，什么黄芩呐、栀子啊，这个黄连呐、
这些清苦寒清热的药来治疗，所谓热的寒之。1987年2月5日，北京某精神病研究所来了一位女病人，经诊断为情感性精神病躁郁症，抑郁状态，收入住院。就外里人不说话，就是没法跟他进行交流了，所以这个家属就把他送弄到这个北京医科大学，当初这个地方叫做精神卫生研究所，它还是国际卫生组织下的一个医院，现在北京医科大学把这个医院改名字叫做第六医院，就是北京医科大学第六医院，也就是精神病院。这个住院之后呢，不是开始沉闷不与人交流吗？住院之后没几天就变成狂躁不安了，狂躁不安了，连唱再说再闹，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医生呢，北京医科大学的精神卫生研究所的医生呢，原来是给他用提高兴奋度的药，西药，等他转过来兴奋了之后呢，就给他用大量的镇静药，刚才您谈到的其中有碳酸锂，其实是一种镇静药，就是希望他能够安定下来，但是这些西药镇静药对他来说不起效。2月19日，研究所邀王教授前往会诊，去到病房里头给他会诊。我进去的时候呢，当然还有两个研究生随我一块儿去的。哦，这女孩子就是连说带笑啊，在跟你连在比划，没法跟她交谈，说也没摸脉，她肯定不好好让你摸脉，看舌苔呢，她也不好好让看。病人口干爱喝水，睡眠差，大便干结，一周未解，形体消瘦。王教授向其家属询问发病的原因，家属介绍，因为参加知识竞赛，昼夜查阅资料，两周内未能很好休息。王教授根据病人的病情症状，做出了正确而又绝妙的诊断。舌头是特别红特别瘦，那么中医认为呢，那就是心火太盛了，而且呢胎也不多，什么也伤了阴了，加上他原来这个得病的原因，那说明用心太过了，心火太盛，那也就是心火盛啊，其实心阳当然就更盛了，心阳和心火本来属于一类东西，正常的可以叫心阳，过盛了，超过这个正常生理了，这叫心火，心火太盛了，那么导致了心神的紊乱。这个西药镇静药效果不大好，中医怎么办呢？就按这个思路进行辨证，也就是说火盛或者叫做阳过亢了，阳过亢了呢就伤阴了，阴阳它是两者相互对立相互平衡的东西，人体都有的，又有阴又有阳，两者老处在相对协调的状态，那么一方面太过了，它反而把另外方面给消耗了，也就是说火太盛了把水给消耗了，阳太盛了把阴给消耗了，因此这个病人呢是属阳热太盛而消耗人体的心阴了。这个正好内经上有这么条理论吧，是在《素问》的《阴阳应象大论》上有这样一句话，说是阴不胜其阳，也就是阴不足了，阳太过了嘛，本来两者相互制约的嘛，相互为胜嘛，阴虚了不能制约阳了，叫脉流搏悸，脉啊就是这个摸的这个脉啊，脉流起来就搏悸，就跛逼迫的非常快，急就快嘛，疾风扫落叶不就快的意思嘛，叫脉流搏悸，病乃狂，这个病啊是相合并的病。什么病呢？是说阳热之邪，刚才不说了火热吗？那是属阳邪。病于什么地方呢？病于阳胃，心在人体内叫做阳，属于阳脏，属于火脏，
说阳邪病入这个阳脏，乃狂，就发生狂乱之症。这狂乱之症，那么症候也清楚了，原因也清楚了，症状也清楚了，它的症候或者中医的病机病理叫做也清楚了，治疗就应该有相应的治疗措施。那就一方面要养阴，这个把水给它补起来，一方面它泄泄它那个火，这样一下子呢，这个水上来点火下来点就处在相对平衡状态，就应该这样就好了。所以就给他开了一个这个三甲附脉汤加减这么一个方子养阴，另外再加点清热，哎，这个病人很快就缓解了。一眨眼呢，看一个病人啊，叫徐国珍。这个徐国珍呢，得伤寒病已经七八天了。他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是说眼睛发红，身体上烦躁，想喝水。一看，那么就是属于阳症。一些大夫呢，这个诊断属于这个阳症，要给他用承气汤。那么一眨眼一看呢，这个。那么这个虽然说是想喝水啊，但是给他端来水他又不喝啊，这个脉虽然是很浮大，但是呢一按没力气。那中医来讲呢，这叫做这个阳，这个阴正似阳啊，或者叫做阴盛隔阳啊，阳气要脱了，这个人阴很危险，危症。如果要是吃这个承气汤的话，那么承气汤啊是泻的啊，是这个泻阳的啊，那本来的阳气啊要脱，非常微弱了啊，要一泻那立刻就不行。所以这个于家眼呢，就给他用的这个四逆汤加人参。那个病人吃了这个药以后啊，寒象啊就出来了啊，盖上被子啊，这个打颤啊。那么这个病例就说这个阴阳有真假。刘秉凡先生指出，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是体内阴阳两个方面保持对立统一的协调关系，达到动态的相对平衡。没有阴经则无以产生阳气，没有阳气则无以化生阴精。如果人体的阴阳能维持这种协调平衡，身体便健康。反之，阴阳的平衡协调被打破，阴阳二者不能相互为用，以致分离，那么人的精气就会因化生无源而衰竭，生命活动也就随之而停止。